公主啊，公主就是很夢幻啦，跟住好萬千寵愛在一身啦。皇室成員的鹹頭嚟嘅，一定要有紗裙，跟住之後有皇冠啦，溫文爾雅、大方得體 ，pure 啲啦，好有氣質嘅，好天仙咁樣樣。經過好多可能儀態上嘅訓練啦，堅毅不屈，即係要承擔好有責任，好有膊頭。難聽啲講叫世界女咯，因為佢個身份嘅問題啊嘛。CLS Girl， 我是彭彭，我是飛鴻，係啦。咁今天我哋嚟到呢個第一次的外景啊，正啊嘛，係啊。我哋今次帶大家尋找公主夢，係啦，同我哋一起實現呢一個夢想。係啦，所以咧細嗰陣時唔實現唔緊要，而家可以過嚟實現嘅。好啦，提翻少少嘢先，呢一個展覽咧去到11月22日嘅啫，咁所以要把握機會過嚟。係啦，呢度係太古城，冇錯。係啦，咁就我事不宜遲，不如我哋而家入去探索呢個公主夢。拜拜。你咧，有冇曾經幻想過自己是一個公主啊？都有啊！細個嗰陣時咧，會喺屋企啦，攞啲被嗰啲咧，跟住就嘿，跟住就喺個加冕，係啦係啦，跟住就行一個圈，跟住噔噔噔咁嗰啲咯，係啦，就會咁樣樣咯。以前小時候呢，我媽成日咧會買啲公主裙，嗰啲蓬蓬紗裙咧，俾我著嘅。跟住嗰陣時好細個，好似你一樣啊，我會將細佬打扮埋做公主，即係你會好代入去嗰一個故事入面嘅一個角色又好，或者成個冒險又好，嗰種感覺咧發夢好開心。我哋係即係淨係會讀書讀書讀書啊咁樣，就少啲講啊。即係通常就會一個頭拍埋咯，嘿，不切實際。即係我屋企人咧，我係好驚俾我見到屋企人我咁樣做嘅。我第一個有 concept 嘅公主係人魚公主，竟然我第一個接觸嘅公主係白雪公主，竟然係咁，仲係以前嗰啲咧畫得好肉酸嘅嗰啲嗰啲故事書咁樣樣。你最中意邊個公主啊？你最想成為嘅美女？唔係啊，我覺得佢嘅呢個愛情嘅嗰個價值觀，冇錯，即係非常之。呢、這個叫做喺呢個叫潮流嘅尖端，唔係睇外表嘅，我哋睇內裏。Cinderella 就係呢個叫玻璃鞋，我都好幻想我自己係揾到你嘅王子，我覺得好苦命，但係我會迎嚟一個美好嘅將來。有冇想去雙雙走嘅感覺？冇啊，我哋允許女生係有呢一個夢想噶嘛，多。在我人生入面我聞到陣除我就走夾唔頭噶啦，比較 negative 啲啦，俾人縱壞曬啦。以前公主呢一個名銜嘅所有待遇擺咗喺公主病呢一個 term 身上，即係譬如好有脾氣啊，呼呼喝喝啊，唯我獨尊啊，自己係世界嘅中心，全世界嘅人都對我好，包容我，心理上嘅抗壓力比較低啦，小氣。裝扮上啊，浮誇啦，我會覺得其實公主病同公主是完全不拉楞，暴發户就通常都比較突然間，即以為自己很有錢，但實際底入面我就不是。咁公主病就是佢以為自己是公主，但其實不是咯。一有啲咩問題都好啦，都是處理不到，甚至乎是用情緒解決問題的。香港是冇呢個皇宮制的，咁所以香港不應該存在有公主呢一個東西。我佢仲有兩塊加埋一次，呢個細嘅好快砌完嘅啫。我入嚟，呢個細嘅好平嘅啫，我講啊。都算易砌喎呢啲，唔好諗佢。係係呢一紮。呢幅係靚咯，呢幅係有嗰種曙光嚟。係啊，呢幅擺喺屋企好㗎，但係呢幅好 sweet 咯。點解你要啊？係咁樣一件事，你又諗起啲乜嘢啊，鳳鳳？我諗起。唔知幾時可以睇下，我而家長期喺上面嘅上面啊！耶，多謝林導，你哋係咪非常幾開心？最近好耐未見過我咁興奮啊！做乜嘢？迪士尼咁多公主啊，你覺得你係似邊個 ？Jasmine 咯，我覺得。點解嘅？因為我覺得 Jasmine 算是咁多個公主入面係好正義嗰啲嚟嘅，我係嗰啲咧見到不公義嘅嘢咧，我就會好想嘿咁樣，即係會衝出嚟，好衝動嘅。我嘅細個經歷啊，有啲似長髮公主，俾人困住，即係因為好嚴嘅細個嘅時候咧，咁所以就會啊，好身同感受地覺得，我只可以喺我自己僅有嘅空間去發揮我想做嘅嘢。
因為長髮公主有一幕是她很喜歡黃馬的嘛。但在感情方面呢，你覺得自己像哪個公主？ Jasmine 對我最大的共鳴就是她要擔起那個責任。咁我又係嗰啲咧，俾人賦予責任，即係俾我屋企人細細個就背曬啊！你揾錢啊，你唔好靠人哋啊，人哋係靠唔住啊咁樣，即係呢啲觀念係咁灌輸。我似亡國公主啊！我似《美女與野獸》入邊嗰個，嗰個叫咩公主啊？貝兒。我好在意係人同人心嗰個交流，睇嗰套嘢真係睇到起雞皮噶。我冇辦法演繹好多，因為其實感情世界好難去用言語去講出嚟。我會認，我係會第一印象，我一定係會睇樣先嘅。點都有啲嘅，但我覺得野獸幾靚仔啊。因為其實你可以見到嗰個人嘅氣質咧，係真係喺個五官度可以顯露出嚟。即係譬如嗰人猥瑣，你會覺得啲眼神上游心生啊。係啦，佢啲眼神真係有啲奇怪。咁有啲好似好靚仔嗰啲咧，我都會覺得佢唔靚仔嘅原因就係我會覺得佢嘅眼神唔夠正直，同埋唔夠乾淨、清澈。嘅眼神係咯係咯，即係你望落去，你覺得嗰人係簡單嘅。有啲人係個眼咧，你已經可以見到好似好抑鬱啊，或者係嗰啲好仇恨啊，咁嗰啲我就唔中意咯。其實我覺得我而家都活得似個公主噶啦，似個公主噶啦，似個公主噶啦。即係公主咧，我啱啱有講過，我會覺得係你要孭起一個國家嘅責任，你唔單止係一個即係你享受曬，即係可能人哋見到好啊，公主享受曬所有嘢啊咁樣。咁我都想學下公主點樣咁大方啊，出得廳堂，但係私底下又可以好小朋友啊，跟住又會孝順啊，又會堅起一個國家嘅一個責任。首先你要遇上對的人，唔使噶，就算你先會喺屋企可以活著一個小朋友。我是覺得要活到好像公主那樣有自信， even 是亡國公主都好。反而覺得我的世界應該要簡簡單單，我寧願活在一個平民。嗯，即是我可以依然有個夢想，或者去做公主的氣質、她的性格，或者她做事啊、做對人啊。咁但是因為 我性格比較跳，即係我會想，其實我哋兩個都係咁。OK， 冇錯，所以我唔想擇做一個公主，因為太多規矩要守。原來有得咁樣揀㗎，咁我都所以我做一個亡國公主啦。我嘅國度我自己去建設，係啊，所以冒險家都可以建設。即係我係周圍走咯，我都冇辦法運係啊。即係你話如果公主要遠嫁他方，即係好似即係近代歷史嗰啲舊歷史話乜嘢遠嫁、政治婚姻，係啊，政治婚姻嗰啲我就no 咁啊，我會寧願自己走出去咯。即係我覺得氣質上可以做到公主咁樣，但係人生就要好似一個冒險家咁樣。冇錯，冇錯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咯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。CMS 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，沒錯，那我們下個星期三再見啦，9點啊。